咁啊，讲下一啲本地新闻先啦。好啊。咁啊，啲你讲本地新闻先，不如我又讲，我又讲下少少先，你搵图啦咁样。咁啊，寻日话说咧，咁我同阿 Sama 都喺荃湾食嘢啦，咁样。咁啊，走啊嗰阵时咧，咁咧就见到即系有一个人，嗰度叫咩？千色店后面嗰条街，我唔记得嗰度叫咩街。天龙街系嘛？啊，唔系千色店后面，我唔记得。总之系千色店附近啦，荃湾嘅千色店附近。咁有个男仔，咁佢咧，你听唔听到啊？我见到你同森哥倾偈，倾到头晒入咁样，我同阿队长两个就好惊啦，就见到一个男仔喺度大声嗌喺度。我见到。啊，咁我哋两个，我同阿队长两个咧就急急脚咁行开嘅，跟住之后佢呢一路行啦，跟住你见到咧所有嘅人咧。嗰、那个反应都好大，即系直个阿妈一手拖走个仔啊，跟住有啲人就哇哇哇哇咁样行开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荷里活嗰个事件咧，对香港人嗰个影响咧，比我想象之中大啊！即系其实连我咧，我自己都觉得哇，我即系见到咁样咧，我都不其然咁样，即系 alert 多啲啊，即系警戒多啲啊，嗯。因为其实你真的觉得那个画面很深刻啊，对于我来讲。咁啊，阿队长都跟我讲话，哎，系啊，其实他自己都是，尤其是跟啲细路出街的时候，即系一见到呢些情况咧，就警戒了很多，多了很多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都唔使用言语去讲咩歧唔歧视，你行为就已经是已经是做一个表态嚟嘅，咁但系你又觉得，唔系你又觉得人之常情嚟噶嘛？但系系人之常情，但系我觉得呢啲人咧一向喺香港都多嘅，啊，都唔难当到呢啲即系喺街度突然偷叫啊，跟住或者又喺度即系你唔知佢做乜嘢嘅人啦。系啊，一直都好多嘅其实，不过只不过系即系最。近发生荷里活广场嗰单事件之后，系就加上呢个李家超火上加油啊，咁就你就会你更加在意呢类叫做可能就嗰啲情绪病或者系一啲精神病患者啦，患者嘅人嗰个反应敏感咗啊，佢哋连佢哋都可能会啊，你会好快嘅反应。系啊，即系我其实我自问我自己都系敏感咗嘅，即系一见到，尤其是可能拖住个女嘅时候咧，同个女出街嘅时候，你就特别系对呢啲事系，即系而家啊，特别尤其是咧，你最近好多呢啲新闻啊嘛，哇！因为我真系日都有啊，我嘅戒备心真系冇强度，就系因为发生呢啲嘢，我有啊，我依然因为。我依然喺街度听住歌咁样，就我约队长喺地铁站等，佢系咁叫我，我都听唔到啊！系、哎、你行过，你前面都听唔到啊！翻鸡还啊！我冇啲戒备，我都冇啲戒备心，都要有代价。唔系我即系我自己一个出街咧，咁我都有听住歌出街嘅。咁但系如果同阿女嘅时候咧，我嗰个戒备心突然间即系高咗好多啊，高咗好多，因为你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可能。突然间，咁尤其是你近排，即系可能上个星期咁样，几乎每一日都有一啲唔知咩事情，又斩人啊，呢度又会无端端嗰个人失恋啊，攞住把刀喺油塘啊，大本营啊，啱啱唔知道前两日，嗯，咩一个人失，日日都有啊，系啊，仲要你最惨就系你唔知咩事噶喎。即系你话哦，你话之前黑帮寻仇咁，我都知道黑帮寻仇啊，系咪啊？跟住之后你无端端个新闻话，有一个人斩伤个女途人，咁开头话冇证据显示两个系认识嘅，咁哇，大佬，即系无端端变咗，系跟住呢啲咁样又无端端又一扎，指多人手持武器，咪咯，你唔知做乜事噶喎。你唔知做乜事嘅，之前黑帮仇杀你都话知黑帮仇杀啦，系咪你嗰啲情杀案你都知系情杀案啦，或者系你可能你嗰个咩蔡天凤啊，系嘛？
你都知佢谋财害命，你都知佢究竟发生咩事。但你而家呢啲所有嘅新闻，你都去到最后尾，你系唔知佢发生咩事嘅。呢个又搞笑，系啊，呢个又搞笑。哇！坍塌，唔系最好笑咧。最好笑就系咧，嗱，你攞持餐刀追呢个男学生，嗱，佢54岁啊嘛，话啊，你54岁，喂，你真系攞餐刀追个学生做乜啫？你又唔系谂住劈死佢？唔系，你系谂住劈死佢？纯粹忍唔到个情绪噶咋呢啲？我谂佢都冇谂住话劈与唔劈，就系嗰下好想攞住把刀空鸠佢。嗰条友，唉，你睇呢啲又系唔知做乜嘢喎？呢啲系啊，系啊，之后无端早两日又话有人喺 MacBook 持话系枪型物体啊嘛，唔系。嗰度系有嘅，十八楼有个 war game 场，咁可能真系气枪嚟嘅。哇，系咩？佢有 war game 场噶嗰度？系啊，系啊，咁、哦、应该都系一场误会嚟嘅。咁哇，系 MacBook 搞 war game 场啊？系啊，但系你奢侈，即系嗱，你报警啦，咁警方一定系，因为荷里活之后佢哋都大阵仗啦，系咪？即系你见到呢个秀茂坪呢个都攞晒盾牌嗰啲，你见到个持枪，哇！你见到哇！你见到啲图片，哇！大佬唔敢怠慢系嘛？系唔系啊？系佢唔敢怠慢嘅时候，就牵动到我哋市民嘅情绪啦。系咪啊？你都可以咁样，我哋咪好危险而家。但系唔系呢啲，我哋都明白嘅。咁如果真万一真系有事咧，咁梗系唔敢怠慢好过怠慢啦，系咪？都系。咁但系就我哋嘅情绪就俾佢搞到。即系唔系咁好受咁样咯，因为每一日都有而家呢啲唔知点解嘅。隔篱要着护甲出街啊！阿邓炳强话，佢话鉴于啊，最近嘅呢啲咁样嘅，系啊，叫我哋大家忍一忍啦。吓咁样，佢话咁啊，佢又叫大家咧就忍耐下，系啊，忍耐下。啊，讲下，咦，我头先开咗出嚟，我去咗边啊？妖，讲下，搞我自己都唔记得添。忍耐下叫我哋，系啦，佢又叫我哋忍耐下嘅，但系我都好嘅，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啊嘛，系咪？唯有系咁啦，啊，唯有系咁啊，系啦，啊呢、這个啊，佢又叫我哋要事事忍让啊，啊。啊！谋杀伤人案频现，吓、啊、部分涉及双方争执，吓咁啊，可能同忍耐力有关，吓、啊、嗯，最有趣嘅咧就系佢之后咧，佢仲有讲嘅，嗯，啊，咁咧佢就话啦，警方啊就会以高姿态喺人流多嘅地方加强巡逻、嗯，包括增加辅警同冲锋队出动。我唔明点样为之高姿态、低姿态巡逻，即系点啊？高姿态就企高啲啊？高姿态喺上面跳落嚟嗰啲啊？唔系，其实讲到尾就即系开 OT 啦。我纯粹系觉得佢哋讲惯咗啫。讲咩讲？讲惯咗巡逻啊，巡逻啦，系巡逻，咩高姿态啫？加强巡逻咪得咯？咩高？佢偏偏就以高姿态喺人流多嘅地方加强巡逻，即系人流少嘅地方巡逻，觉得佢同埋低姿态，系同埋低姿态，同埋低姿态啊，同埋嗱呢个咪就系我哋其实都同我哋上个礼拜讲嗰样有关，就系、是、你搞错咗啦。嗯，呢一即系当差做官真系大镬啊！我都系觉得，嗯，当差做官真系大镬。香港治安好，曾几何时香港治安好？点解系因为我唔犯法啊嘛？我哋唔做黑社会啊嘛？系啊，唔系因为你有你警察，所以我唔犯法啊嘛？而家呢个情况咪就系、是、慢慢显露出嚟，即系一个以法治去。行先嘅城市，而唔系用一个，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唔系用一个道德去行先嘅城市，就慢慢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你嘅法律，你嘅所有嘅嘢，你有几严苛，你有几苛整都好，你必定会发生呢件事。点解？因为你有好多嘢，法律你系
控制你唔到啊嘛，系精神病啦、脾气啦，即系好似 Sam 咁样讲，就系、是、为咗嗰下就攞住把刀咁样，系啊，一时冲动啦，你个苛，你有几苛症啊？你个症，你个你罚则有几重啊？你只要攞住把刀，你就要死刑咁样。但系就点解？点解会有人咁样做？不如因为系啦，你嘅法律一定系错，你就算你法律点样都好，你都控制唔到佢哋噶嘛。你最惨就系呢啲咩情绪病啊，或者精神病，佢点样嚟噶？好多时都系同你生活嘅环境有关啊嘛。系啊，你咁压迫啊，你咁压迫啊，梗系咁噶啦。点解？点解？点解会越嚟越多呢啲事件咧？就即系可能会真系个社会越嚟越高压啊，觉得越嚟越难过生活啊！但呢啲呢啲 case 只会越嚟越多啊！系啊，喂，点解54岁嗰个人都已经年过半百，都仲咁火火气，或者系咁忍唔到啫？可能平时就积积埋埋好多呢啲嘢。系哦，有条僆仔咁啱就勒着我，就系、是、咁样啦。系系啊，你再最好笑系再立几多法都解决唔到啲问题嘅。系啊，最好笑其实你邓炳强你系知噶嘛？佢讲咩啊？大家都明白，佢系冇可能每一个角落都会有我哋嘅同事。你啱啱先至话会高姿态加强巡逻，然后你依家嚟同我戴头盔，戴咗先，戴咗先。但起码我们能够反应快，以及我们都加强和地区很多地方，例如一些商场嘅保安员、一些大厦嘅管理员，佢哋能够及早发现这些人嘈吵。已经可能及早报警、啊、可能就不会等事件变为暴力才能够处理。你唔好玩啦，因为你头先先识讲，你冇可能喺每一个角落，即系到我报警嘅时候，你起码都要三分钟先到啦，死咗啦，内则39分钟啦，系39分钟先噶。是不是40分钟？是39分钟。39分钟。是3至39分钟。3至39分钟。对。那是咯。喂，且你连这个时候我叫你认认真真地去讨论这件事，屌你都跟我戴头盔，怎搞啫？没有，你无得讨论。即是我相信你其实你不用讲这么多东西，你只是其实我觉得邓炳强讲，其实这些事情发生你真的无可避免。一个城市，我哋唔好讲香港，你放眼所有嘅地球所任何一个角落，一定会有呢次发生。嗱、啊，所以呢个立法官员，我撑佢啊！枪击案你啊，美国啲枪击案你系你都除非你禁枪，如果唔都冇可能啦、啊，禁枪都冇得啊！系啊，系啊，其实唔会啊。一个地方长期惯咗系能够拥有枪械，就算你禁咗，你都系会买到嘅。系啊，都系，系啊，佢照样，因为你禁咗，点啫？黐线嘅枪本身就唔系货俾你肥噶啦，佢犯多条法，佢挞支枪翻嚟肥，一捻样啫嘛。其实唔系，仲可能仲，其实系挞支枪仲火力仲猛啊，唔系啊，个罪名仲轻过你之后做嘅事啊。咁样嗱，所以呢、這个立法会议员我撑佢啊，江玉宽。啊，江玉宽吓，佢嘅归咎咩咧？系政府忽略市民精神健康，系，就系、是、我哋呢几个礼拜嚟，我哋成日去提到嘅呢样嘢啦。你要令到喺呢个地方人生活开心先得噶嘛？唔系搞个市集就开心嘅，系啊，唔系放两只鸭就开心啊，系，放两只鸭系开心嘅，放两只鸭系开心嘅。咁但系天时鼠疫，我要带啲细路去同佢打卡，我觉得好辛苦。所以我醒啊，我醒啊，我唔去天马公园啦，我喺中环去天桥同我个女睇就算啦。系，其实咁大只嘢唔使咁近睇嘅咁样，系咁大。佢吹到咁大只，就系俾你离远都睇到噶嘛。啊，咁都系咁近冇卵用噶喎！啊，咁样。又话你嗰啲市集咧，即系嗰啲开心香港啲市集咧、啊，其实你去嘅人咧，你本来谂住开心咁去，你到最后都系屌老母噶喺里面。啊，因为贵啊，嗰啲嘢。你入到去里面，三十蚊，三十蚊食个格仔饼、啊。
哦，同我喺出面鸡蛋仔啊，四粒鸡蛋仔啊，20蚊。系咯，你同我喺出面食四粒鸡蛋仔，咩肥肥妈妈鸡蛋仔，唔使排队好捻过啦，系嘛？我仲要特登搭车去湾仔会展食你个20蚊鸡蛋仔。对啫，系啊，俾个萝卜刀喺里边斩人啊，真系。喂但系你问我呢四个人，真系抵捻死嘅。佢又话咩咧？佢就涉佢个呢四个人就涉嫌做啲咩咧？就系话佢哋啊，就利用呢一个不同人士嘅身份。你使唔使我捐个肺俾你啊？要啊！啊，佢就用不同人嘅身份证号码为他人取消登记啦，咁样佢哋就用啲咩人咧？佢就包括之前曾经被起底嘅市民啦。嗱，佢冇讲佢因啲咩事俾人起底啊？咁之前系有好多啊嘛，譬如唔讲得开枪，系啦，开枪，系啦，一啲英勇嘅警员啦，系啦，咁啊，之前曾经俾人起底咁啊，甚至乎连佢屋企人都俾人起埋底啦，咁样啊，包另外仲有系包受害人包括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但呢个立法会议员一定系之前取消过嗰、那个郭翠凡，咩？佢之前俾人，之前佢俾人，唔知佢定系梁美芬啊，俾人。盗用佢个名字去登记咗器官捐赠啊嘛！哦，系啊，哦，系，一定有佢哋两个份啦。咁喂，但系咧，我又睇过一单新闻，系唔知咩70个议员，佢有记者去查向所有议员查询，有边个有登记过器官捐赠？系啦，有一日咧，系其实有一个佢系有一个疑病嘅，有一日咧，咁卢春茂就率领呢、這个器官捐赠嘅。即係一條 team 咁樣去呢個立法會咧，就呼籲咁就話，咁啊盧寵茂就話啊，而家啲等緊器官捐贈嘅病人咧，就好似坐緊跌達尼咁樣啊，希望大家都去即係捐贈呢個器官咁樣啦，咁啊，咁我又覺得真係好搞笑啦，即係你首先咧就用鐵達尼比喻，鐵達尼最後都係沉噶嘛。系咪？都系再叫俾你打鬼咩咁样？系啦，咁我又觉得好搞笑。同埋你而家向佢哋呼吁话，而家有好多病人都需要等紧器官啊！咁即系点咧？佢而家佢听日死嘅个议员，系乜你睇佢样都有排都唔死啦。系，其实又系冇鬼用啊！真系器官捐赠其中一个最紧、最重要嘅一点就系要嗰个人死咗啊嘛！系系啊。即系你生勾勾咁样，你即系同嗰几个议员你见到啦，李慧琼啊嗰啲，喂你见到可能阿卢草文有方法系一佢哋一填缩短咗你寿命，一填原来是死亡笔记嚟嘅，一填就填埋啦。跟住卢草文仲追住架黑手枪，佢签到啦，佢签到啦。咁我又觉得好搞笑，即系你讲到咁危急，咁你唔系呼吁未死嘅人去做呢样嘢啦，系咪？咁我觉得好搞笑啦，佢即系佢个呼吁好搞笑，咁去到之后啦，咁啊，即系佢你唔应该用水深火热嚟去形容嗰件事咯，系啦，即系水深火热都救唔到你噶。系咪？我未死，我应该仲有排噶。咪咯。咁跟住之后咧，咁啊，跟住之后有记者就问啦，咁啊，有边几个登记咗啊？咁样咁咧就即系向啲议员查询啦。咁就冇人回复，唯独得一个啫。我又唔记得佢边个啦。回复系有登记嘅。我唔记得佢系边个啦。系啊。咁啊，回复得一个有登记嘅。唔知啦，咁就系江玉宽咧，江玉宽啦，我都啊，衷心咁吓，我唔系，其实我唔知道，我如果听卢宠茂咁样讲，
啲病人咁水深火热，咁我应唔应该祝佢好人一世平安咧？嗰、那个议员，如果我祝佢好人一世平安，又好似对唔住啲病人咁。系啊，作为为民请命嘅议员啦、啊。即系以用卢宠茂嘅角度嚟讲，你登记咗我，祝唔祝你长命百岁好咧？啊，仲祝你寿比南山啊！咁个病人就大镬啦，真系系啦，唔系好戆居啊！即系你见到咧，而家啲官员咧，嗰个，我唔知佢哋即系嗰个，即系讲嘢嗰个模式好奇怪，同埋好似咧，所有嘢都冇乜经过大脑咁样。即系去讲一样嘢咁样咧，即系好似卢宠茂咁，其实你都唔使话要读过啲咩书，你都知道其实器官捐赠唔系我捐，我就算我签咗，我都唔系听日可以俾到佢噶，系咪？咁你形容咁水深火热嘅时候，咁你对件事系冇帮助。其实佢好清楚噶，但明明就系之后嗰句唔讲得，即系我哋头先讲嗰啲啊。哦，除非你签咗即刻死啊，咁但系佢作为。一个圣手大角手，佢系唔可以咁讲噶嘛？系，但系佢讲唔得啊！唔系你系好似我哋口不择言先可以咁讲嘅啫。系啊，我哋系直接唔修饰地咁讲啫，唔系口不择言啫。事实上系咁啊，我签咗唔同，我唔系我听日就俾到你啊嘛。系啊，好似个个都系。我对于佢嚟讲，其实佢都唔 care 噶。你哋有冇签？系啊，最紧要佢有个数字啫嘛。佢呢个 moment 佢要做呢样嘢咁解嘅啫。咁啊，系咁啊，过多一个月冇人记得呢件事嘅话，佢都唔 care 啦。咪继续排咯，咁咪继续排咯，你继续排啲器官咯，你啊。